烧是持续在燃烧还是已经满了在烧？持续烧，24小时不停的烧，烧到炉子坏掉才停掉。不会满，只是会越来越困难操作而已。就要调度啊，如果真的调到别的厂去啊，内湖、木栅、台北是幸好有三个厂，他一条要把它给载走，不是载走，倒进去就不再载，就晚上收进来的赶到别的厂去。像比如说木栅、木栅或者一厂或者厂，全部是各自都跑到这里来，所以那天就从来会到大量。往上堆，那下面流很高，所以要时间等油厂修理好了，它能清到那个下面，慢慢就会消化下去，但是就不会那么高了。它现在是搬移到那边去放，那南部那一。